接电220伏接气数值指向0.6。 此处为上料输送带，此处有个感应光纤，包装带过一次感应一次。此处为点束槽，此处为出料输送带。清机按钮语言切换。参数页面，可自行设置点束数量或点购数量后的吊带时间。电机运行时间无需多调出厂前已设置好。手动页面，相应部位开始运行。 功能页面，下料常动，下料点动。功能效果如视频所示。